娃洗碟擦嘎，洗过叫更碟整个有消化，想要到分别出掉碟整个头的，搁阴错阳差变成擦嘎第几组，主要是擦嘎大新妇都拢死回命，那整个头都通讲擦高就惨啊！如今擦嘎第三代中主进门嘛，随便擦啊！一起。竟然哦，之前捌伫阮阿伯店做工课，所以阮才熟悉啦。啊，那是安尼哦，竟然啊。因为小姐是你拿下的名车，以后那叫亚叔。什么？因为小姐，你真是要叫我阿兄？是啊，我真紧就会变你的大嫂啊。因为你有什么要来对待我？你明明知影我对你用心真情，阿哥，你煞答应叫我阿兄，甘愿意叫我。我们安尼就放弃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改变你的性命。我先来去保养，慢慢看人家，来点钱啦。我囝一出世就死啊！为着无要失去我伫个五界的地位，我才偷偷啊，被认为来做我查某囝饲。会记得当年抱起那我的查某人，伊讲因为还佫有一个相生的姊妹，看起来佮有可能就是伊。袂、啊，我绝对袂让全家人知影因为的身世。我都叫进门啊！阿母啊，你怎唔入来？你先怎啊？面色这么歹看？无啦，我都感觉吼，可能受忝啦，感觉淡薄无爽快。哦，我阿母身体无爽快，我想要回去恁家休困啊。好，我叫朋友啦。嗯。不要紧。不要紧啊，是啊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我跟某人最后一次，你是不是真是不愿意嫁我？竟然以你的身份，我老母绝对无可能把我嫁给你，何况你还是两家私心啦。就讲一句，你阿母就是看袂起我，我袂放弃，我会打拼赚钱，和你阿母生两个公孙，请你定下等。燕辉啊，燕辉啊，燕辉，哦，哦，阿母啊，燕辉啊，啊，你是伫想啥？想甲规个人拢戆神戆神。我跟你讲，迄蔡家老爷吼，甲夫人对你印象足好个呢。安尼吼，赶紧讲要提亲啦。咱吼会当趁这时阵，聘金哦，加要求挂，头家哦，你做淡薄嫁妆啊。哎呀，阿母啊，人敢真正要嫁予迄个进门，我甲伊一点仔感情拢无呢。哎呦，戆查某囡仔。人迄蔡敬文吼，是蔡家的姑囝呢，后摆蔡家的财产拢是伊的啊，这么好的翁要倒找？搁再讲吼，啊若无感情，会使偷偷培养啊。你若嫁乎伊吼，就是蔡家的少奶奶啊。安尼你后半世人吼，要食要穿拢免烦恼，嘛袂去吃苦着。有啥物比这较好的？如果是一对孝顺蔡家财产的母仔囝，通安拢甲你受理。阿唔过，卖阁唔过啊啦！听阿母的，阿母袂害你啦。阿母啊，你讲了嘛对啦。人我这个人哦，是上惊吃苦的。好啦，我就答应你，叫我进门啦。晴雯，晴雯，晴雯，啊，我叫我报纸啊，回去提一块布过来，你要过来见两对啊无？他做先生啊。哦哦哦，安尼哦，我带你去见啦。燕辉啊，啊你若忝哦，家己一个先入房间休困吼。好啦，好来，行。
老一回好心靠近你，那个孝心这娶个大新姑，你想好主动退婚？切，到底是啥啊？怎安尼写报告去哦？你啥物甲我讲这个莫名其妙的话？我是这个家搬的主人，我讲的话当然遵守。你若是无听我的话，免要老爹娶个。到时若是出啥物代志，你就卖怪我无甲你警告。没事哦，哎，金文啊，啊，你快来，因为关心姐，啊，金文先生，看你讲有啥物爱吃的物件，你甲我讲，我叫人去做，无你家你吃着是要吃的物件，你身体较好淡薄。无，我叫下骹手人吼去煮一下鸡汤，然后因为报警。哦，好啊好啊，多谢啦。来，进来，赶紧先出来。阿婆，咱快紧离开家啦，紧的啦。英辉啊，我看这件代志吼怪怪呢，我出来甲讲哦，探听者都知影。一个探听了后，我有一物惊一个，今年有一款恐怖团水。伊无要三百人过去娶家，也毋过欠娶家遐尼侪少，阁无在人行，五人一时嘛毋知要安怎才好。想知这个时阵，建贤为后个惊我嘞，伊对五人所讲的话，阁个是兄差天威多。夫人，啊，建贤啊，是你。夫人，阮娶家，迄个恐怖团是真实的，你拄则罔听着。你万应该知影，我甲英雄小姐，我是绝对无更害伊的。英雄小姐绝对袂用叫我迄个阿兄。我老实甲你讲啦，进前，阮为着要替英雄因老爸还一寡债务，还佫处理的后事，阮甲蔡老爷借袂少钱呢。啊，即摆英雄若无叫蔡敬文，阮要哪有才调还遐债务啦？就算是安尼，你万免无顾英雄小姐的性命。啊，这。兄弟，有一个办法，好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不过我需要你甲我斗三工，你去替我找一个吼，甲阮英惠生作同款的查某囡仔，可以代替阮英惠哦，嫁入去娶家。等建雄若找到迄个替死鬼，我就可以代替英惠嫁入去娶家。到时阵的娶家纠缠，若真正应验，安尼我才甲英惠。嫁入去娶家，好去做小奶奶。迄位啊，别人阿囝死未了，我有真正如意算盘安尼定感着，第二组的纠缠，敢真正无多通破呢？哎，公家，哎，少爷，等一下，这敢是要因为小姐给的？是啊。这边唔对。这不是美女做的吼、哦？这是啦，但是是安尼啦。啊，美女这几天啊临时有代志，无多人来煮菜，啊，所以我唔捌找别人哦，先来代替伊几工啊。不怪，
我感觉这个比怪怪。坤杰啊，你对伊无做来做事，是不是阿妈的病愈来愈严重？这。你想要抓英辉，我就偏偏啊不爱和你抓，我就是爱你抓迄个过过一摆的美女。我看他鼻梁包有鸡腿面抓的味，我来找伊，问清楚伊到底是安怎。受到不一样的处罚，真正做无想要去带家己孙。天公伯啊，阿伯啊，感谢以后我亲身送过，你就免再走一转。安尼嘛好啦，这阿兄伤哦，虽然无生命危险，不过还是较水的，不然哦，搁再发疯啦。
将一切给拜托你。阿伯，我知啦。麻烦你吼、哦，替我甲阿兄讲，我若有闲，我会去看。你顺行。就好诶，少校也无代志啊。那安尼我会当放心吗？因为小姐，因为小姐那穿甲安尼啊。可能要找那位官。明了这任务跟温达达啊，竟然感情了我杜美女心甘情愿来做英辉的替死鬼。我哪能听拢无啊？建文啊，啊你是安怎哟？保护你，一位小姐，我专工来车看我。我想刚刚真歹势，我真正无代志啊，多谢恁的关心。袂啦，阿建文啊，阿婆吼，看你想要食啥，我叫阮英惠吼做给你食。阿母啊，老母是千金大小姐呢，她有可能去灶脚摆一挂油烟呐，要煮叫下脚手去煮就好啊。阿母啊，建文哦，即摆好好休困。咱出来去啦！哦啊啊！对，建文啊，阿婆吼，你好好休困，我先出来啦，哈、哦。美女，你出事有几啊？你到所在通好多，等我上好的时阵再过去看卖。这竟然跟踪美女来到云岛。阿探员就讲，因为火烧厝的关系，美女甲阿嬷即马住伫老水的破厝啊。阿嬷身体真虚弱，幼孩美女逐工都去卖豆腐当趁钱来买补药啊。一知讲美女需要钱，竟然就随想着要让美女甘愿做替死鬼的办法啦。你讲，你有工课要介绍我做，而且这个工课会当趁足侪钱的哦。是啊，我听讲。你是对外地来的，生活上较无好过，需要用钱。我介绍你这个工课，会当赚袂少钱。安怎？你讲清楚。嗯。夫人，人，我该出来。行，真正行，真好。是啊，夫人，我第一次看到伊的时阵，把伊惊着，想袂到天下间竟然有人生得这么小格。夫人，啊，恁是讲我甲谁生了足像的？啊，恁搁爱我创啥？你放心啦，咱成功介绍，这件代志你来当替我完成，我愿意给你300块。这哦，啊！你是爱我做啥？他会给我这么多钱？我爱你代替我的查某囝，嫁予蔡家药店的大少爷。啥？你爱我嫁予蔡少爷？真正是白干那底目水乌到心嘛都丢。比如干嘛因为为着钱，连命背惨落去呢？明天明的电机主是安怎违背天职，搁害蔡家大媳妇拢死于非命呢？今仔在讲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四川台湾大新妇的纠缠》。民间信仰当中，地基主搁号做地主神、地灵公，
一般相信地基主是一挂心愿未了，兼在新进前大所在拜怀灵。天下的所有万物拢有灵魂，啊，现在这块土地，这就是正好是祖灵嘛。啊，你所以你要祭拜的时阵，你一定要求一个心安，拜地基主，神格上请天科里公个卡地。特里公就是拿像咱的里长啦，诶，造型甲地基主就是差不多和部长相同，我那咱家庭的内底一份子，自己的家人一样。地基主甲土地公同款，拢是某一个位的守护神，只是地基主管辖的范围较细。一般来讲，日出破土还是节庆的时阵，拢会拜地基主来表示敬重。